OK，回到 Morning Call 时间。好，我们呢，今天继续玩这个乌拉这个 He 谈二乌拉米口啊。为什么开始玩这个呢？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上次结局的时候有发现，它其实有多一条路线。那虽然之前我们已经算是真正完结了，但是那个路线我很在意啊。那我们今所以呢，我决定把这个路线呢，它可能短了，不过我觉得我想要把它独立出来玩。好，那么废话就不多说，我们准备开始。好，那这多少条路线呢？哦，它有个警告。好，この先見ますか？ここで、好，那简单说呢，他问你，你是否真的有打算要继续跑这条路线？因为呢，到目前为止呢，这一些已经结束了。对，就是我们把第十章结束之后呢，游戏基本上算是真正的完结。但是呢，但是你继续玩的话呢，你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向后日谈，可以知道小怜悯之后还有关于他的事实这样子，就是他生存之后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这个警告代表告诉你说，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结果。好，那他意思是抱持觉悟去跑这个路线。好，那不管怎么样，不管到究竟是人性的黑暗呢，还是说诅咒的延续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最近非常的热，热的人都快要变成干了。好，再来是章节，小林，口不要洗米之后。好，那么我们喝个，我喝个汽水。汽水已经冰了2个礼拜吧？对，现在喝一下还挺不错的。好，开始了。哦，再过不久就要开始暑假了，这也是我最后我们国中生最后的暑假。从那事件半个月之后呢，我和沙酱又回到了原来生活。沙酱哇，埋头欧娜吉尔，沙酱又和之前一样回来学校了。但是有件事我总是很在意。沙酱哥。哦，沙奖他期末考的时候呢，变成学年第一名。そして、皆の名前を覚えて、誰とでも話せるようになった。而且他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学年里面所有人的名字，而且和每个人都可以说得上话。从那事件之后，沙奖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了。変わ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哦，因为以前沙奖好像比较内向吧，那现在变得很强啊，不但考试考超好，人也变得很好，这样。真是相当厉害的改变呢，但是啊，总觉得有点让人在意啊，我也觉得很在意啊。这个呢？哟，哦，来这么快！因为我们上次玩的时候，结局我会觉得，沙奖他不是有突然被拖住一下嘛，然后再加上他最后那个影子，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靠，好奇怪！就是觉得很奇怪。どうしてもおかしい。私は。本当のことを知りたくなんだ、なんかだ。我想要知道事实。たくなかったけど。だけど、サチャの変わりさ。サチャ、まさか。たし、めなくちゃ。好，就是他一直觉得。
萨酱很奇怪，虽然他就是有个疑惑，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一听，他很想知道事实是什么。好，大概这个样子。你看那个墙，要不去不行的。哎、欸，啊，又进入是轮回了吗？道路又延伸了，难道是？哎、欸，不会吧？啊，事件果然没有结束啊！嗯，哎、欸、哎、欸，我想跑、欸，哎、欸，我不能回头吗？嗯，啊，米酱，米酱，学生会辛苦了哟。明天啊就是暑假呢，我都听到蝉在叫声了。撒酱，啊，蝉在叫，人就会坏掉，太可怕了。为什么会在这里？还有刚才，在那个延伸出来道路前面，为什么？什么？怎么了吗？どうしたの、みちゃん？你是不是？你是被替换了？我想也是，他被存，应该是被存钢替换了吧。撒酱，哈，撒酱，真正的撒酱在哪里？哈，真正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真正的三仓米库拉撒奇打油米酱，你不要再骗人了，村杠。撒酱在，不。在黑暗之中呢，哇！就像四跟死的一的意义变化，意义改变，同样的道理，用共通点的方式，用语言的方式，同样去替换了，同样的意义。三仓在黑暗网页里面写的笔名是 S-Man， 所以呢，我有一个他同样的语言上的意义去交换了。哈？哦，米库拉萨酱哦，穆拉库斯哦，对对对，因为村冈他是 S-Man， 他其实倒过来，应该因为三仓是米库拉萨奇，所以是 M-S 啊，他是把它反过来嘛。然后村冈司机子他正好也是姓跟名也是一个 M 一个 S， 所以正好反过来是一模一样的。需要做规则上的替换啊！这些 Sachi Mikurato Shikiko Mura Muraoka 哇 ，Kodoba ni moji imi o ka ka 就那个意思，就跟我刚讲的一样。所以呢，因为这样替换，我就是真正的三仓 Mikura Sachi da yo ne。なのよ，我呢？将作为三仓沙琪而活着。本当の美人のあなた方が良いかかけど、まあこれからどうでもなるわ。虽然能够如果可以跟所以可以变成像你这样的美女的话会更好一点。哎，算了，怎样都可以吧。都是的，为什么会知道黑暗网页的事情？这个是谁东西忘在这里啦？これ誰のものかわかります？这谁东西知道吗？哎，这是木岛加奈子的手机哦。木岛哦，对哦。哎，还有。
还有啊，我利用内田久美子所做的黑暗网页。哦，那是他做的。哇个塞！哎，那个老师怎么这么无聊啊？不管从以前还是到现在啊，笨蠢事啊，总是不断的发生的。多库卡尼，哎，快把沙酱还回来！你要去迎接他回来吗？哎，三仓啊，你要去把三仓找回来吗？今度あなたが。吼！嗨，门开了哟，去啊，去把他带回来啊！黑暗的木造校舍的门呢？来，我带你过去吧。沙酱。沙酱！哎，你不要真的进去啦！天哪！小林同学啊，小林さん、あなた楽しくない、最高でしたね。小林啊，没想到这就是你的周末了呢。黑暗的木造校舍，因为死纪子小姐消失的关系，在那里。在那里只剩下让死者魂魄不断迷惘、没有终结的黑暗。在那里，因为在那里跟死纪小姐一起失去的三仓沙琪尔，他跟着到那个洞的底部，进入地狱。将木造校舍跟就是将两个点接在一起的接点的那个地狱之洞，把暗之他已经把暗的木黑暗的木造校舍给消灭了。あなたたちは出会いのことだ。それぞれ場所で私と恨み続けるの。所以我们接下去的，就是让我的怨恨，让我的诅咒怨恨继续延续下去罢了。没错，永远的回不来了，完全回不来了。这里是哪里？米酱，平田。都去哪里了呢？哦天哪！司机知道吗？你这个垃圾！他这次连出口都没有了啦！这是蜜江的手机啊！太好了，居然还有电源。拜托大家，谁还注意到我、啊？手机你、啊、在那边并不是我，而是春刚啊！好、啊，网页坏，网页错误，什么？啊，没有电。等一下。
这就最后的事实吗？好，那么这一款游戏哦，《Uramiko》来到这边是真正的结局了。这边写了终。那么我们之前第十话结束那边啊，果然还有个很大的伏笔。那这伏笔跟我想的完全一模一样，只是真的太惨了。就应该说，我其实猜出来是被替换了啦，其实还蛮明显的，只是结局。是到这种地步，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太惨烈这样子。那这个该怎么说呢？就日式很多恐怖的故事哦，恐怖电影或是连续剧来讲的话，有两种解决方式。就一个就是说哦，姑且不论各种科学派的啦，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是。它会打到诅咒的根源或者恐怖的根源。那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它永无止境。那永无止境也有两种，一种是像以企业罐台来讲的话呢，他们曾经好像有一度就是终止了对自己的诅咒啊，就停止了。那另外一种是像伽椰子那个样子，就是像咒怨那样，它基本上。大哥，不好意思，基本上像加耶子呢，他就是他的诅咒并没有个完结，他是像那种扩散式的，就是基本上进去那个房子里面的人，你的亲戚哦，你的兄弟姐妹，就算那个房子看都没看过，你这样会出事哦。对，就是一个这么讨人厌的恶灵这样。然后尤其电影版第二部就跟这个很像，他基本上忘恩负义哦，因为电影版第二部来讲的话。连续剧我没看了。第二部的时候是一开始被诅咒的女记者，后来生了一个新生儿。那个新生儿其实是加耶子本人，他等于是让加耶子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加耶子最后那个变成加耶子的那个小孩，他最后是把那个女记者杀了这样子。那一部让我看得非常非常火大，因为他胡乱的去牵连各种各样的人去把他杀掉，这个我觉得已经很无聊了。对，那不是恐怖，是无聊。就是我到后来一开始觉得哇，挺可怕的。很有那种悬疑感，到后来看我就只剩火大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根本是无理取闹。然后最后把女记者杀掉的时候，觉得根本是他真的很垃圾，就觉得他一开始变成怨灵那边，因为版本的不同了。那有一个算是比较令人同情，那有一个让我觉得活该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他这样去诅咒那些人，其实那个理由都觉得我其实都觉得蛮奇怪的。到重点是。对他好，他就把你杀这样子。So， 我真的觉得该怎么讲，这些恶灵真的是吃饱没事干这样。那现在玩这个乌拉米口也是差不多，就孙刚基本上是一个，他本来挺善良的吧，但是他被怨恨污染之后呢，做事情越来越做越绝。那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回头路哦。那最后这个，好吧，好，再讲下去就越来越难听了，不讲了。好啦，那基本上这个游戏的给人的体验还是跟往常一样恐怖哦，相当优良的作品。对，那剧情方面呢，比较多是遗憾啦，跟之前那种想要怒喷一波的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真的还是不太一样，不像我之前玩那个那么什么达克普基啊什么东西的什么什么的炸弹那个我真的玩到我真的是一肚子火这样，那这个是还好了，对。
好啦，那么这个长篇在结束哦。那之后在玩什么游戏，我目前还没有定案。那如果有什么恐怖游戏之类的啊，希望我玩的话呢，也欢迎留言。好，那么今天到这边。那我之后呢，还会在工作上会越来越忙。那物流游戏的频率也可能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哦，并不是很高，但是还是持续做。好，那么 Morning Call 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